张副官，你应该知道，刘森待我不薄，所以上刀山下油锅，我在所不惜。可要是哪个人想把六十九军的兄弟拉去当汉奸，老子第一个就不干。谁投降打谁。这是毛泽东派的特使给阎锡山带的话，阎锡山呢就放弃了跟日本人做亚洲同盟的这种打算。 你算什么？堂堂军长，凭什么听你说这些？哼！张副官，我的确不算什么。可你想想，那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如果和中共地委同时向刘森施压的话，那应该有什么改变？张小贤，别忘了你的身份。 这种事情哪有中共参与的余地？如果这只是你们党内的矛盾，我们当然没有插手的余地。可是，刘森军长带军投敌，作为中国人，我们坚决不能答应。一个连长，一个少校参谋，加上一个游击队的政委。 指望你们就像把堂堂中将军长扳倒？你以为王耀武会听凭你们几个的话，就会对六十九军大动干戈？别自不量力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们几个确实力量单薄了点，可如果再加上你这么个刘森身边的第一高参，分量就不同。 你想干什么？这个呢，是我们几个人联名写的揭发信，是检举刘森和日本人签订合作协议的。张副官，我把你的名字也已经签上了，只要你按个手印就可以了。我想二十九军司令长官王耀武看到这封检举信还有底片，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哼！ 休想！哼，什么休想？你干嘛？反了你！你反了你！你给我按上！反了你！混蛋！任政委，请你把这个交给中共地委，以你们地委的名义交给二十九军的王耀武将军。好，谢谢啊。 别生那么大气，来，喝口水。张副官，对不住了啊。有了这个投名状，不管刘森呢，他是投降不投降，我想，您在刘森那儿都混不下去了。报告，进来。 报告军座，如你所料，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新大兴一线集结完毕，随时可能对中共的控制区域展开攻击。还有什么？截获日军电报一封，电文已经翻译出来，但是他们用的好像是暗语。好，放在我这儿吧，我看看。去吧。是。 还有三天，就是中国的除夕了。
是啊，大年三十，这对他刘森来说，可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啊！拿下了青木镇，顺利整编了刘森的六十九军，对于我们来说，不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吗？嗯，三天，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希望中山大佐已经做好了准备。放心。 蓄势待发。政委，政委，日军大约两个队的兵力已经朝新大兴一线进军了，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各个支队都已经通知到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好。穆连长，按原计划。 我们的人应该在新大兴一线聚集日军。好，那我现在投联系协防。哎，等等，张副官，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援军这一说？老子他妈先宰了你！穆连长，小穆，穆连长，你冷静点好不好？穆连长。 有你们特务连援助，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大不了就拼死一战嘛。不，改变战术，利用游击队的地形熟悉，把鬼子放下来打。我赞成，这样要是真的动起来，正好可以弥补我军能力不足的缺陷。对。哎，小穆，你看，我们可以接替沿线重要的制高点，可以压制鬼子们的推进速度，这样。 可以给任政委有穿插和分割鬼子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手去打。也好，不好。你一个要去当汉奸的人，你懂什么？当不当汉奸和会不会打仗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只想问你啊，两个大队，2000人马，如果对方稳步推进的话，你有几个制高点可以丢？ 你不要忘了，我们游击队山地作战，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的动静配合。因为日军不会跟你们进入追逐战体系，你们游击队惯用的扰敌于后的战术，面对两个大队的协防，根本撑不了气候。届时，压力就会全在负责防御的特务连一方。即使你们战力强悍，也会被对方利用人数上的优势。 拼个精光！你别那么多啰嗦，你到底想说什么？对方是有备而来，你能想得到的，人家早就想到了。无论你怎么安排，也达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日军可能疏忽的只有一点。 在两个地方大队没有结合之前，由我们率先发动第一波攻击，彻底打乱鬼子的部署，然后让他进入我们的节奏。那好，第一波进攻由我们发起。好的，那我们就做预备连。走。 张副官，嗯，淞沪会战的罗甸之战，你面对比你多出3倍的敌人，你是不是坚守了7天？哼，10天。哎呀，真是了不起啊！哼，我想你这种人是不会屈居人下的，无论是国军还是伪军也好，只要刘森在，他是不希望你这种人有出头之日的。什么意思？ 我只想说，我非常希望能在抗日战场上跟你并肩作战。教子郎，小木说把会议室改成战地医院。好。哎，张副官呢？你们不派人看着他吗？不用。
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他想看，就让他看；如果他想走的话，别拦着。嗯嗯，走。 顺利守住凤林渡，就能回家过年了。有什么打算？我听说那儿来了一群劳军的女学生。你想什么呢？真的，他们全都这么说，大腿舞。准备战斗。 准备。刘爷，你把床分一下，这边放旧的活的，那边放旧不活的。哎，刘爷。 这个拿着，看到伤重的别擦领子上啊！哎，我怎么知道哪些旧的活，哪些旧不活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哦，哼，怎么没有手术台啊？是没有手术台，这些是鬼子留下来的，但是我们不太会用。你去上壶开水，把这医用器材煮一下。好。哎，我说这都忙成这样了，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三次天桩，给我干掉所有草场记忆上的军官。郑尼夫，别急，等他们再靠近点儿。这里地势凶险，不如等增援的大队靠上来后，我们再通过。这位没有怯战之嫌，通知全员快速通过，快速通过。那边和鬼子干起来了！别紧张，准备战斗！停！前面有枪声，缅甸部队火速支援。前方道路狭窄，我们是否直接攻击？ 进攻！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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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炸！让开！
交给教导就可以了，其他人跟我去支援游击队，走，走。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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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一群笨蛋！出什么事了？到现在，新大兴还没有拿下来。对付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我们两个大队竟然减员五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啊？我去吧。等等，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来人，到。命令，171连队，移防新大兴。嗨。中山大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除夕夜之前，务必把刘森接出风陵渡。我估计，鬼子这一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管怎么样吧，起码我们争取了时间，是不是？没错，还有这些武器弹药嘛。连长，连长，张副官不见了。别紧张，本来也没打算把他铐起来。可猛子哥也不见了。啊？老人家，哎，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哎呀，这不是小鬼子要打过来了吗？游击队专门派人正组织大伙转移呢。你们呢，还不找个地方避一避，别进村了。真怀念啊！怀念，怀念什么？粗鄙的装扮，背着箩筐，一对奔波生计的平凡夫妇。在四国乡下的时候，我们为了吃饭，不是也得要到富户家当帮工吗？为了改变生活而参军，转一个大圈。为了各种人的各种目标战斗，到头来却怀念的是当年就已经拥有的生活。可能这就是人生吧。至少我们还活着。怎么样，连长？没找见猛。那这样，我去后山看看，你也接着问，挨个问啊。好，我们去找乌木吧。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风陵渡催促刘森意志，非要绕行青木镇？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切断刘森和王耀武之间的联系。贸然进入风陵渡要挟刘森，只会适得其反。而青木镇位于69军和29集团军之间，守在这个地方，对将来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有帮助。你现在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公务司令了。自从我们的制造厂被攻陷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在胡说些什么？生气了？以前的你不会因为这些话生气的，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自己的变化吗？以前的中山大佐虽然咄咄逼人，惹人讨厌，但是会主动出击，制造机会，而现在只会等待机会出现，像一个失去了生机的老人一样死板。
说下去。你告诉我，我们攻下了青木镇又怎么样？刘森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自然会医治。让我们到青木镇来干什么？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青木镇呢？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种田宫那帮笨蛋身上。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该去跟木木会合了。你没事吧？没事。 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这可就你一个医生，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这些怎么办啊？真没事。哎呀，行了行了，这交给我，你自己去上点药啊。那你去告诉柳烟，就说绷带够用了，别再动了。哎呀，我知道了，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了啊，快走吧，抹点红花油啊。政委，你答应给我的人手呢？你们几个先顶着，回头再说。啊。 什么时候跑的？有一阵子了，什么叫有一阵子了？大伙都在备战，忙成一团了。我俩看老吉，伤势挺严重的，动都动不了。然后我俩就去帮忙了，谁知道回来人就没有了，还丢了一把王八盒子。笨蛋，两个都是笨蛋，他这骗你们呢，这都看不出来。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我们都被骗了。你们俩，赶快去找。是。政委，我们的人都派去建工室了。 你看是不是让特务连的人帮忙找找？特务连还在找他们的副连长呢，别跟人家添乱了。哦，对了，我那边还要安排部署，你呀弄几个人手，赶快把老吉找回来。去。是。哎，小兄弟，请把穆连长和张少校领到会议室来，我有要事跟他们商量。是。 掌柜的，哎呦，二位，还有房吗？哎呀，有是有，不过我看二位还是到别的地儿避避吧。哦，您别误会啊，这不是前面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吗？我随时就关门了。哎，您看，要不是这桌客人，我今儿就关门了。我们明天就走，就住一天，您给想想办法。也好，也好，反正都是明儿走，那就住下吧。谢谢啊。来，二位歇会儿啊，我让他们把房间收拾收拾。好。哎，二位好像来过这儿吧？你认错了，我们没来过。哦，哎，小二，哎，来了。来，喝点茶啊。你看我这有点多嘴啊。 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见过面似的？您记错了，我从来没来过。哦，哈哈哈哈，那您先喝茶，待会儿咱房间就收拾出来了。哎，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啊，请进。 轻一点啊！轻一点！等等，嫂子，嫂子，嫂子。 活着，哎，口袋，在这儿。
交给我娘。你是说把这些钱交给你娘？交给我娘。你家住在哪儿？回家。放心，刘云，看见膀子没有？没有，怎么了？你忙你的吧，但是看见他，一定想办法告诉我。嗯。小木，小木，猛子去风铃洞找刘森去了，我让顺子带人去找他了。你让顺子去有什么用啊？他哪敢顶撞猛子？那怎么办？报告，任春霞政委有重要军务要商议，请二位长官去一趟。那这样，排兵布阵是你的强项，你留在这儿跟政委他们商量，我去找猛子。好，走，阿贵。小心点儿！二位，房间收拾好了，四字号。谢谢。哎呦，吴书记，哎呀，您今天有空到我们小店来了？啊，老掌柜，你认识我？认识。游击队保护咱们青木镇，老百姓都知道。再说了，我侄子就在游击队当军医。哦，宗明。嗯，对对对对对。这小子木讷，希望您以后多提携提携。老掌柜，我在这儿混几个朋友。哦，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有有有有有。里边请。三儿啊，三儿，弄壶茶。啊，请。柳烟，柳烟，地委不是挨户通知让你们撤离的吗？是是是是是，我以为这儿已经没有客人了。这不是那个游击队和国军联手把日本人给打败了，老百姓心里踏实多了。来来来，老掌柜啊，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哦。从咱们这儿到礼泉县有多远？礼泉县啊，礼泉县可大了，看你想到哪个地界了。哦，礼泉县的张家铺。张家铺啊，张家铺那离咱这儿可远了去了，那百十来里地呢。哦，哎，您坐着啊。哎呦，老总，您住店啊？找人。哦，哎，吴书记，可等来你了，把我急死了。收到电报，王耀武司令就命令我立刻出发了。啊，里边说。哎。
别动！老吉，你还想逃跑？我该交代的，我全都交代了。我跟你和穆良逢的恩怨已经了结了，我对你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放我走吧，放我走。现在已经不是我和穆良逢的关系了。我如果放了你。我没有办法对大家交代。对共产党来说，我是个叛徒；对国民党来说，我现在是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一个糟老头子。你就放了我，放了我好吗？我如果放了你，你能活得安心吗？那边躺的那些尸体，每个都比你年轻，每个都比你应该活着。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看看我，放了我，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你不要再逼我杀人了，好不好？六十九军占据的风陵渡是整个战区的要冲命脉，没有确凿的组成，谁也动不了它。都在这儿了。事关东南其他战区的安危，关乎国运，国共两党必须紧密合作，联手共御外敌。吴书记，事态紧急，我建议由您亲自呈交给王耀武司令。好，我和你一起去。好。先生，哎，好好，哎，慢走啊，来，好。龙少爷，樱木小姐，我是美之子。公务司令特地命令我在此恭候您的大驾。等一下，
旧仇，跟我来。跟上。有效放人，让他们跑吧。吴书记，你怎么样？放心吧，我死不了，未尽的王耀武之前死不了。怎么做到的？老成持重，就像是一个失去活力的老人一样，心如止水。你也可以做到。对不起，今天说了些过分的话。去看看猎物吧。刘森将军会高兴的。君云。啊。君云，是你开的枪吗？我也是听到枪声才赶过来的。你们几个在附近好好搜搜。是是。你到这儿干嘛来了？柳烟不见了，我过来找她。柳烟不见了。哦。是王木盒子的子弹壳，老吉开的枪。老吉也不见了。这下麻烦了。要是老吉挟持了柳烟，咱们跟特务连那边怎么交代啊？黑子哥，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可疑情况。别慌，老吉他现在不可能去地委，他如果投靠国民党的话，青木镇是必经之路。哎，这样，黑子，你带着人，赶快去青木镇堵他，我去报告政委。好，来，跟我走，走，走，快，走，快，快，注意安全。我们应该还有一个人跑了。大佐，怎么办？追踪不能只看地面，也不能只关注腰以上。最佳的追踪高度是自地面20厘米至50厘米之间。根据植被的破坏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往这边跑。你要见刘森，为什么非得压着我一块去啊？因为只有你这种人才会和鬼子沆瀣一气，暗中苟合。我拉你去见军座，让他认清楚你这种人的真面目。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我暗中作祟。无论是秦桧还是赵高，总得有个昏君才对吧？你以为刘森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没有主见的人吗？你抬举我了，也高看了自己。刘森看中特务连，是因为你们屡建奇功。但是现在特务连成了绊脚石，他想一脚踢开。
绝不会心软。那是我的事儿。你太欠考虑了，你会后悔的。少废话，上去。连长，干什么去？顺子，你怎么来了？山上都在找你，都乱作一团了。连长，你跟我回去吧。就算没有援军，大不了咱们兄弟死在一块儿。你们都知道了？穆连长跟我们说了，现在我们特务连和六十九军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这样去太危险了。有些事情我必须问清楚。让开，莽子哥，回去吧。我现在还是特务连的副连长，服从命令，让开。你干什么？我作为下属，有责任保护长官的安全。我跟你一块儿去。猛子，停车！顺子，你给我下来！放心吧，我会把他照顾好的。你们回去吧。连长，怎么办？走，回驻地。走。任政委，李朝伟。啊，快请坐。穆连长呢？啊，出了点事儿，他去处理了。目前有什么新动向吗？侦察队刚刚送来的新消息，说是在临台附近，有一支日军的步兵连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一个连队？是啊，游击队跟你们特务连加起来才几百号人，可是要对付2000多的鬼子，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说起来，我当兵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大规模的鬼子。你和穆连长一直在前线作战，有经验，是行家，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见解。山地作战，作战单位难以展开，最难把握的是兵员的使用效率，人数越多，战力的折扣就越大，对指挥官的要求也越高。只要我们降低对方的机动性，把他们带入狭长地带进行阵地战，这样保住青木镇的可能性还算比较大。那我们不就是失去了机动性吗？不，任政委，鬼子的目标不是我们，是青木镇一线。你看，如果青木镇一旦失守的话，那么连接29军与69军的关系就会被切断。如果没有29军的压力，刘森就会带领69军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叛。所以这场战争寸土必争，游击战不太适用。这就是我最担心的，游击队打阵地战我们还是头一次。对，就是啊。29军呢，一方面要顶住日军，另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去对付69军，所以无暇顾及我们。任政委，我建议把根据地的老百姓全部撤离。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个你不用担心，地委已经派出人手帮助群众撤离了。嗯，估计现在青木镇全都已经撤空了。好的，这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打了。任政委，我想做一个完整的规划，你看什么时间陪我去战场上熟悉一下地形好吗？啊，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好。
阁下，公部少将，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这是军队，下属见上级要打报告，请你尊重这最起码的礼节。阁下，我这么一个老家伙站在您的门口喊报告，您觉得这好看吗？哎，梅津美治郎曾经要求板垣征次郎不要在他门口喊报告。啊，那家伙他长得实在是太丑了。不过您要坚持的话，我好了好了。哎，啊。什么事情啊？您看，中山正这个家伙已经潜入了青木镇，随时可以向风陵渡进发。是该给中山大佐发信号了。嗯，给我接，171联队指挥官。和张少校熟悉地形去了，知道在哪儿吗？山里这么大，我们可不知道。哎，穆连长呢？没看到啊，找我们连长干嘛？我有急事儿。下山去了，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吧。薛云，啊，我都找你半天了，敖绷带的人都不见了，要不是我看见，锅都干了。啊，我这就去。你不用去了，我都已经弄好了。你看见柳烟了吗？找他干嘛呀？柳烟说四门水能消毒，喏，这瓢我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不会熬啊。哎呀，给我吧。你行不行啊？还是让柳烟熬吧。你唧唧歪歪的有完没完啊？我都说了我去弄了，还柳烟柳烟的，你离了他不能活呀。哼。任政委，你看这一线对我们打伏击非常有利。当年参加革命，靠的是年轻气盛，一腔热忱。自从认识了你们，让我一下明白了，打仗不能只靠勇气。没有士气的部队，就算有再好的装备，再好的训练，也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嗯。任政委，勇气是先决的条件，其他的以后可以慢慢学。张少校，我想请你和穆连长接管国共两军的指挥权。啊，我说过我们游击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青木镇。在此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虽说我看了你的签名，也猜到了八九分，但是我想听你亲口证实一下。69军少校参谋张小贤。任政委，你还愿意把你的指挥权交给我吗？找到这儿来了，柳烟被老吉接下山去了，我让黑子追下去了。穆连长，穆连长，穆连长，怎么了？你看见老吉了吗？没看见，不是你们压着呢吗？老吉跑了，跑了就跑了吧，反正爬哪儿也是个死。可柳烟也被劫走了。你说什么？现在不能肯定。你们都干什么吃的？看谁往哪跑了没有？不好，鬼子集结号声。糟了，战前动员了。走，所有人回驻地。那嫂子怎么办？闭嘴，快走，跟上。走。
任政委，这样，我们分头行动，你领你的部队进入前面的森林阵地，我去集结特务连进入前面的主阵地，就这样。是啊。可柳烟怎么办啊？轩辕，立刻回到你的战斗岗位。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张小贤少校发布的指令，我们游击队要无条件执行。我们为什么要听国民党的指挥啊？执行命令吧。这有血迹，这里也有血迹，这里也有。他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追吧。等一等，这几个血手印是骗人的，他暗示了我们，他是往这个方向跑的，也就是说，其实他应该是往这一边跑的。那有人，追！
熟悉，在这儿见到咱们并肩战斗十几年的老战友，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啊。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知道吗？我不相信。老纪，告诉我，那些事都不是你做的。都是我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衣锦还乡做闲人。因为愧疚而杀人，或者因为愧疚重新做人。你不杀我，我就知道你已经要重新做人了。我明白，这些年你生活的实在是太艰难了。我说的，我说的。感到很后悔啊！我一直都想重新做人，不理解我，不原谅我呀！老七，当你放下石头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原谅你了。和以前一样，我叫你老七。你叫我老吴，好吗？老吴，来，过来，我告诉你个秘密。老吴，吴书记，吴书记，老七啊，之前。你从穆大明那里没有得到的文件，在我兜里。就是这个，老纪啊。要光明正大的交给你，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耀武，彻底搬掉你心头那块石头，重新做人。好的，吴书记。或者你把它交给刘森。他不能死。为什么？为什么？老吴，说句话。老吴，说话。老吴，吴书记。应该就是这儿。这里有血。小申。
真的就是地委的吴兴华书记。你别骗我了，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交给我。不行，这是吴书记托付给我的。你还想像当年一样，像穆大明一样死无对证？我不会上你当的。我投降，我投降，我跟你回去，好吗？现在要跟我回去，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告诉你，老金，小穆跟政委他们是军人，他们有纪律，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可我不是，我只是个开茶馆的，我现在就杀了你。柳岩，柳岩，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不好？快快快，东面去看看。是鬼子，到这里给我走，快！你们去四周搜搜。是。年纪不小了，还这么顽强。东西呢？我刚才明明看见，文件袋交到他手里。可能藏匿在路上了，要么回去找一找。左右仔细给我看一看。你们看他的脸。好像还带着笑容，他死得很安详。死在这个地方，800年也找不到，有什么可笑的？好像的确是笑容。感觉好像在死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事。大同，这边有血迹。但人数装备我们都处于劣势。没错，哪怕让他这一个大队展开，也够我们喝一壶的。可是后面就是青木镇，我们退无可退啊。小穆，第一仗最重要，一定要打出士气来。怎么样，阵地选好了吗？安吉堂。易守难攻，真是个好地方。一定要坚持到太阳落山，那样的话能狠狠地打击鬼子的士气。晚上鬼子呢不敢贸然进攻，我们正好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有利于后面的战斗。现在这样，我和任政委去部署，等鬼子以为胜券在握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会用信号旗通知你，你就带着预备队迅速加入战斗。所以说，预备队就交给你了。哎，小穆，猛子现在不在，一线战斗由我来负责，你带领预备队吧。这样的话，等鬼子放进来之后，你就完成最后一击，
怎么？怕我守不住阵地？不是，小莫，你记住了，就算猛子在，这个连队也是我说了算，没你插嘴的份儿。你就带好预备队，等待命令，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会通知你。走。哎，小莫，我有些担心穆连长。小莫说的很对，有他在，队伍里就有了士气。啊，对了，任政委，我需要找准时机，以便加入战斗，所以阵地与部队之间的联络是重中之重。放心吧，我已经在联络点布置了三名骑手，一旦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们。好，那就好。走，走到这个地方，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上去，上去，快躲起来，躲起来。你呢，就躲在这个地方，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啊！来，你把这个拿着，拿着。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都拿着。你记住了，去李泉，李泉县的张家铺，亲手交给29军的司令王耀武将军。重复一遍。李泉县张家铺29军的司令王耀武亲手交给他，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想弄清楚，现在不重要了。你记住，你一定要走山路去李泉县，千万不能走青木镇，日本人就是从青木镇追吴书记追过来的，啊，记住了。刘爷，我是个叛徒，我欠你和穆良逢的债，但是我绝不是汉奸，我绝不欠国家的债。刘爷，我老吉什么都能做到，你一定要活着。我不想再见穆良逢什么了，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啊！
只要这东西不落在王耀武的手里，他就一文不值。空的。东西呢？东西呢？这帮支那人都是疯子。他不是一个人。张少侠的命令，天黑之前，人在，阵地在。快，好，等到天黑，靠近了瞄准塔。明白。等到天黑，靠近了瞄准塔。明白。记住了吗？等到天黑。明白。靠近了瞄准塔。明白。等到天黑，靠近了瞄准塔。明白。等到天黑。明白。靠近了瞄准塔。明白。守住。穆连长，阵地都已经准备好了。好，任政委，一直以来都想问你个事儿。嗯。我爹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穆队长，他说他不是一个好猎人，心软下不去手。下雨的时候，他总是把衣服脱下来，给屋檐下的一窝小麻雀挡风遮雨。我觉得不是这样。他能把我和我爷爷扔在家里都不管，没你说那么慈悲。如果每一个人都恋着家不出来，那国不就亡了吗？如果没有大国，每个人哪来的小家呢？政委，政委，鬼子大队已经进山了，咱们打不打？
是安吉堂方向，我们的部队开始进攻了。任务开始了，我们现在应该赶往方宁洞。可是我们不……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种田宫那帮笨蛋身上。可情报如果落在王耀武手里的话……情报如果落在了王耀武手里，刘森再想反悔也就迟了。真没想到，事情突然变得简单了。好像是柳燕，随他去吧。你想好了见到军座该怎么问了吗？你想好如果猛子哥出事了你怎么个死法？哼，他出事是自找的。我会一直跟着你，如果你不能让猛子哥安全地离开风铃渡的话。哼，我曾经也这样绑过手榴弹，不过呢，是给日本人准备的。那你就当我是为汉奸准备的就行了。哼，把手榴弹拆了。放心，我能盯住他。少废话，拆了。让他带着吧。顺子，你就留在我身边。世事无常，说不定啊，也会变成好事。嗯。兄弟，坚持住！
顺子，看着他，放心吧。哎，你不能进去！猛子，下去。是。我不是让你们监视三天吗？这才第二天，你怎么就回来了？军座。 有句话我想亲口问您，讲。您是不是和日本人签订了合作协议？签了。你惊讶？没什么好惊讶的，证据确凿。我只想听您亲口告诉我，军座。 我从当兵就跟着您，您曾经对我说过：“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这句话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记得，可您却忘了。别动！我史湘梅，你快！ 我还不至于傻到跟你动武的程度吧？拿个东西给你看，你看看吧。看完以后，你还想杀我？随你便。 预备队发信号。好。原来是这样，三炮准备。嘿，盯住那个位置，一有动作马上炸掉。 总得允许我打两个电话吧。给我接1814马师长，我是张波张副官，请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赶到军部。对，出席军部重要会议。好。 给我接三师师的陈师长，我是张波张副官，请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赶到军部。老兄，哎，李师长当然会来，军座要训话。哎呀，你和老李之间的矛盾先放一放，实在不行，让你的副师长来参加。哈哈，好，那就恭候陈师长的大驾了。好。 哎呀，顺子，咱俩打个赌，我这电话1分钟之内就会响。全军就3个师长，你一下召回2个，你耍什么花样？<笑>你错了，是3个。喂，我是张波。
李师长啊，哎呀，岂敢岂敢呢、啊？哎呀，陈师长都说怕你了。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接过去吧。啊，好，好，好，我做见证。好，明天中午12点在军部，不见不散。顺子，你认为会是什么结局？哼，大不了同归于尽呗。那边需要预备队，预备队，我上。这些我都看过了，和那份没什么不同。本来就是一式两份，我这有一份，日本人的有一份。那您再给我看这个有什么意义？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团长。那个时候仗打败了，可以骂师长指挥无能；肚子吃不饱，就骂军长克扣粮饷。反正只要活着，骂骂咧咧的照样过日子。记得徐州会战的时候，日本鬼子第一轮飞机轰炸之后，新兵连就跑了50多个。当天晚上，我带人踹开了你们营房的门，一屋的新兵蛋子惊慌失措，哭爹喊娘。就你小子一个人蒙着头呼呼大睡，我当时就说，这小子将来能当好兵。就是那天晚上，您升我为班长的。
徐州会战坚守这五个月啊，让我懂得了抗日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个月，旅长死了，他手下的三个团长就剩下我一个，我就成了代理旅长。可是我手下的兵还不够一个营。第四个月，师长死了，我又成了代理师长。整个防区就剩下600人了。第五个月，后撤的命令下来，到最后跟着我突围的还不到200个伤兵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猛子你一直就跟在我的身边，对吧？建制打光了，番号取消了，人家兵多的队伍，有人收容，有人整编。可是咱们这100多号伤兵，我还顶着一个败军之将的帽子，就成了没人要的烂货。当时我的腿受伤了，是你猛子找了一辆小推车，推了我100多里地才找到了军部。大家以为回家了，可以诉诉苦了。哼哼，300块大洋啊，一个师打的就剩下160多个伤兵，就给了300块大洋的抚恤金。就像是一口粘痰，啪的就啐在我的脸上了。为了这160多个伤兵能活下去，这钱我借了。可是我心里头暗暗发誓，从今往后我才不管他抗什么，绝不再做一条伸着舌头等着骨头的狗。什么中央军、杂牌军，谁给饭吃，谁让兄弟们吃饱了喝足了，谁就是娘，谁就是好军队。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向日本鬼子投降。谁说我要投降日本人了？我签了这个协议就是投降，就是汉奸。签这个协议的多了，宋哲元签过，阎锡山签过，连那个何应钦都签过，他们都是汉奸。怎么一轮到我的头上，我就成了汉奸，就能让你这个我一手带出来的老兵拿着枪顶着我？签这个协议啊，猛子，你想想，你想想徐州会战的惨状，没有援兵，没有粮草，没有弹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要是不签这个协议，咱们这些人早就死了，早就喂了野狼了，成了孤魂野鬼。我签这个协议，那就是权宜之计，是缓兵之计，是让弟兄们度过这一个坎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怎么样？现在证明了，咱们东山再起了。69军在我的带领之下，现在不是照样打的日本人鬼哭狼嚎？那特务连的弟兄们呢？
您告诉我们六十九军有大动作，让我们坚守三天。可是我刚才路过营区的时候，根本没有调兵的迹象，怎么解释？这种事我需要向你解释吗？那这么说，就是没有援兵。必要的时候，你们就得力战、死战。干什么去？和兄弟们死在一起。来人！好了好了，猛子，有什么事冲我来，把身子放了。我要告诉你一件我想了多年才想通的事情。跟着谁吃饭都一样，早晚都是死。借口，天黑之前拿下安吉堂。刘敬能少佐战死，他所辖的两个中队损失了300多人，丧失了战斗力。面对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就打成这样，简直是耻辱！安吉堂，这才是进山口啊！这等于寸步未动啊！为什么跟他们纠缠？难道连队的指挥官不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游击队？和我们展开了阵地战，寸土必争。什么？游击队打阵地战，整个连队都无法攻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不对呀，阵地战可是游击队的软肋，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其中一定有变故。
中山正大佐在战斗打响的同时朝风陵渡进发了。他提醒我们69军的特战部队帮助游击队协防青木镇。知道了。嘿。这个刘森很精明啊。他一方面和您做约定，一方面又把他最得力的部队派到了青木镇进行防守。高，如果您在3日之内拿不下青木镇，刘森可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毁约了。所以要加派援兵，明天一定要拿下青木镇，否则我们策反刘森的计划将前功尽弃，中山大佐也可能会一去不回。可是山地作战，大兵团不易展开呀，重心火力也难以给予有效的支援，增派援军嘛，恐怕只会降低作战效率，难解燃眉之急呀。哼，山地呀。公募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号称东南亚之虎的山下奉文上将应该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的同学吧？是啊。说起来，我们不但是同期毕业，而且还一起服过役。我们两个的战术思想还相当的近似啊。很好，很好啊！你又带来了善于山地丛林作战的13中队，他们和特务连也交过手，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我也想过这个办法，可是目前中山大佐和乌木队长都在敌后，再精锐的部队如果没有好的军官指挥，也难以发挥他应有的战斗力。公募军，你和山下奉文上将都曾经是中山大佐的上司，对于13中队的作战方式你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领导一个小小的中队那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呀。您的意思是说我？不行喽，我多年没在一线作战，早已生疏了，您还是另择别人吧。情况是这样的，眼下时值冬春交替，我们给养不足，而我们必须又要迅速地拿下风陵渡，和刘森的约定呢就要过期了，而我手下那帮饭桶到现在还拿不下来一个小小的青木镇。公募军呢，作为山下奉文的老同学，是该把你的实力给我们看一看了。哦，过度的谦虚那可就是自傲了。你以为呢？我明白了。好吧，我尽快到新大兴一带去指挥13中队。不不不，你误会了，作为一个少将，我怎么能让你指挥一个小小的中队呢？我说出去的话，别人会以为我委屈了人才。拜托你，全权接替171连队的指挥权。当然，作为少将，你可以拒绝我的恳请。好吧，我接受进攻青木镇的任务，如有闪失，我愿意负全责。拜托了。军座，你夜未睡呀？啊，事到如今，
您为何还如此的关注军情？我一直在想啊，日本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四倍，可是用了两天时间，一个小小的青木镇他也没攻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是特务连发挥的作用。哎，这我知道，但是实力太悬殊了，日本人不应该打成这样的。美国参战后，日军已经开始在华大量的抽调甲乙级战斗序列，补充到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现在不管是从经验上、士气上，和以前战争开始的时候大不相同啊。有道理，有道理。从最近全国各地的军报上来看，日本人在华的兵力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点。哎呀，可能是我对他们的估计过高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后劲补足了。好，给猛子他们两个改善伙食，明天就大年三十了，给他们送顿饺子，再给送两条棉被。军座，有这必要吗？现在形势不明，两手准备。是。他们来了。他怎么还活着？不应该吗？上次见面，我已经告诉了他张副官对他的威胁，他不应该再把他留在身边。这说明刘森没有做好一致的准备，他一直想脚踩两只船，这样他好两面抬价，从而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好处。刘将军贪心了。我和梅智子进去，你们在外面等我们。连长，你也吃点吧，这上路饭都给咱准备了，趁热吃。刘森今天的话模棱两可，说和鬼子签订了和平协议，又不承认投降。这刘森什么级别？他投降能跟咱商量？我觉得他心情不定，反反复复，所以我今天没拿定主意杀他。机会错过了你就别想了。顺子，我把咱们特务连看得比自己还重，可特务连跟六十九军比，不管刘森怎么对咱们，只要能把他搬回来，哪怕是有一线希望，就没有理由杀他。我明白，大伙儿都明白，这只能说刘森他命好，今天来的要是穆连长的话，他早就死了。要我说呀，这堂堂军长只要动了投降的念头，他就该死。是你想多了。哎，干什么呀？这临行前不该吃顿好的。哎，误会误会，上面有交代，二位的级别只能吃这个。刚才这些饭菜是伙房给弄错了，不过有饺子。我不吃饺子，我就吃这肉。行了行了，别闹了，吃什么都一样。走吧。
给。大鱼大肉你不吃，这素不拉几的你吃的倒挺有劲。吃这个心里踏实。看来刘森不准备杀我们了。怎么？你觉得我怕死了？我可没说。他不杀我们，证明他的计划有变，不准备跟日本人勾结。嗯，有肉，馅里有肉，吃一个。嗯，来来来，喝酒。嗯，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就你们两个人？人多眼杂，都进来怕不方便，就让他们在外边等着吧。那又何必？这么大一个69军军部还容不下你们几个人，让他们进来吧。进去，走。俗话说啊，饺子好吃，馅儿难拌。还有一句俗话叫做樱桃好吃，树也难栽。明天就是大年三十，饺子确实该下锅了，但是你们连馅儿都没拌好，就想跑我这儿来包饺子，这可不合规矩。哎，都是我的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刘将军，是出了什么变故了吗？最新军报，你们一个整编的连队，2天时间连一个小小的青木镇都没有攻下，离咱们最后约定只剩下1天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您安排了特战队协防，他们没有准备，但是我相信一个满编的日军联队拿下青木镇只是时间问题。好啊，那就等你们拿下青木镇以后咱们再谈吧。走吧。别动，别动。我不吃这一套。我们只是使节，就算谈不上，将来也依然可以在战场上再决高下。带走吧。